来一段掷地有声的炸裂吧。又炸裂，我裂了，我裂了呀，怎么跳啊这个？谁来来来来来，这个是那个 M 样那个吗？来吧，哎，我就跳这段，就跳这段，没事，我可以，这一段还挺简单的。Yo, and menace, I do what I want, I'm young, and menace, I'm shining like the sun。我听不见，我看不见。感受不到一轮和背在身边，不需要耳朵也能听见内心怎么说，不需要一天下个路口去说，忘了忘了词儿都忘了，太久没跳。给下一位参加明日专访的伙子留下一个挑战。那我给下一个小伙子留的问题就是唱姚琛的新歌 Yeah Now， 就唱开头就行了，谢谢，谢谢帮我打歌。唱姚琛的新歌 Yeah Now， 谢谢，谢谢帮我打歌。你的气味 Tell me you're not OK， 今天的唇慢慢靠近后背，为你包围 Yeah Not OK， 比较紧的灵魂别无路可退。请给下一个参加明媚专访的伙子留下一个挑战。给下一个人留的是背一段报菜名。给下一个人留的是背一段报菜名。我没练过这个绕口令。报菜名有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耳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卤猪、卤鸭、酱鸡、腊肉、葱花小肚、晾肉、香肠、什锦酥盘、熏鸡白肚、清蒸八宝猪、江米酿鸭子、罐野鸡、罐鹌鹑、卤什件、卤子鹅、山鸡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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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给下一个参加明媚专访的伙子留下一个挑战。有什么把腿搬到头顶这样？腿碰到肩膀，这应该不难吧？可以做到，我试一下，好像是可以的。有什么把腿搬到头顶这样？腿碰到肩膀。这应该不难吧？这应该不难，难不难吧？这怎么触碰？这个姿势也太奇怪了一点吧，但是。那我试一试。好诡异啊！哎呀，碰到了，碰到了，碰到了，骨头都响了。请给下一个参加明媚专访的伙子留下一个挑战。那就让下一个伙子看我的剧，并且模仿里面的一个片段吧。特定的场景要求吗？随便模仿，他想模仿哪段模仿哪段。对。那就让下一个伙子看我的剧，并且模仿里面的一个片段吧。直接找个什么吻戏之类的，我就没有对象的啊。走过这座城，但其实只有一个原因，我喜欢你。赵朗演的真好，大家都去看这个剧。谈什么恋爱啊？这个剧叫……模仿吗？不用模仿吧，模仿啥呀？我看一下啊。这位阿姨，请你自重。哎呀，阿姨，请你自重。阿姨，请你自重。请给下一个参加明媚专访的伙子留下一个挑战。模仿洛洛的剧的台词。模仿洛洛的剧的台词。干嘛呢？偷听我俩讲话。我路过。我路过。哎，你不会是因为我给宋丹刚吃醋了吧？我根本就不在乎你送不送蛋糕。我根本就不在乎你送不送蛋糕，更不在乎你跟谁送。咱那个意义是什么？还行吧。还行吧。好，结束了。请给下一个参加明媚专访的伙子留下一个挑战。下一个伙子是琪琪。是延期还是天气？那唱他新歌的片段吧。是延期还是天晴？
那讲他新歌的片段吧。这么无聊吗？这是周震南能想到的问题，我不信。我新歌哪一首是我最新的歌呀？只哼个调调也行。好，可以保密是吧？好的，高光时刻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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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非常高光，给你下一个参加明媚中堂的伙子留下个挑战，就希望下一个同学可以用他家乡的方言去讲一段绕口令，然后再用一个别的小伙子的家乡的方言讲一段绕口令，两段绕口令送给大家。就希望下一个同学可以用他家乡的方言去讲一段绕口令，然后再用一个别的小伙子的家乡的方言讲一段绕口令，两段绕口令送给大家。别的方言绕口令我可能不太懂，台湾腔我也不会，我用泰语。啪啪啪乒乓啪啪，啪乒乓啪啪啪啪。八老爷有八十八棵芭蕉树，来了八十八个把式，要在八老爷八十八棵芭蕉树下住。八老爷拔了八十八棵芭蕉树，不让八十八个把式在八十八棵芭蕉树下住。八十八个把式烧了八十八棵芭蕉树，八老爷在八十八棵树树树，八老爷在八十八棵树树，八老爷在八十八棵树边哭。一瓶喷米，捞一瓶盆饼，饼碰盆，饼碰盆，盆碰饼，给下一个参加明媚中堂的伙子留下一个挑战。哦，唱个山歌吧，下个人，下一个参加明媚专访的帖子，我今天要给你们留个任务，任务就是唱一段山歌。